追求卓越，盛达地产。本栏目由长荣房地产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开世达国际集团盛达地产特别赞助播出。物格知至，一城新政，长荣地产。地产理财，移民留学，开世达国际集团。追求卓越，盛达地产。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文化多元的国家，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人。盛达地产是目前大华府地区由华人经营的规模较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公司经纪人也是来自美国、中国、印度、韩国和西班牙等不同的种族，有全职和半职经纪人近百名，经营业务包括帮客户买卖民用、商用、自住、投资、租赁管理等业务，服务地区包括马里兰州、北维州和首都华盛顿特区，公司总部在马里兰 Rockville， 在北维州的 Tysons Corner 也有分部。2016年1月到8月，盛达地产完成的交易多达200多宗，交易额达到了1.2亿美元。这样傲人的业绩背后有着怎样的秘诀呢？经纪人和经纪人之间呢，互相合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也是我们公司的形成的一道风景线。我觉得盛达公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就是整个公司就是团结友爱，和谐互助。魅作为 broker 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支持和帮助，给我们无论从教那个 continuing education， 还是公司的各个支持，各种支持都做得非常到位。刚开始加入盛达的时候吧，其实队伍还没这么壮大，但是盛达主要我觉得啊，它的服务比较好，它比较开放，比较灵活，比较适合我们这经纪人不同客户群的需要。我太太陈晨啊，我是2009年在房地产最不好的时候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像跟我跟我先生，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有的 case 忙不过来，就是说别的人可以，比方说他可以带我们一块儿，他替我们去看房子。进入公司是朋友引荐，结果后来我跟公司合作以后，我觉得这个公司真的是非常好，对我的帮助挺大，提高也挺快的。I've been working for, you know, for a few companies, including like a Long and Foster, Weicker Realtor, and there was another company named MetroStar. So I work for different companies, but definitely I like this one. 我有去过很多公司，然后像Remax, Coldwell, Keller Williams, 然后我都去过了，然后我也跟他们有谈过，但是我最后还是觉得想要参加这家公司，因为我觉得这家公司它有的是我比较需要的，比如说一对一的，比较更私下的去更深入的了解我需要了解的东西。 Signature Home Realty， 我们的中文名叫盛达地产，也是在我们的经纪人里面，我做我们一个就投票，大家就最后决定的，那意思就是说盛达嘛，就是繁盛昌盛，然后达嘛就是通达发达，那么希望我们大家都像我们的名字一样就越来越发达。身为 broker 的 May 有着怎样的起家故事呢？其实我做这个房地产就有快17年了，那么就17年前有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就进到这个行业。我在大学学的是历史，然后呢毕业以后呢就当了一名老师那么来到美国，虽然转的专业学的是那个商科，就 business， 但没有想到我会做这行
那一年我记得就是有一个房地产公司，他们需要一个办公室的助理，那我就去应聘了。然后呢就是觉得还不错，那我就接受那个工作。然后真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房地产就是说不解之缘了。盛达地产发展以来，对于妹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觉得最大挑战就是说跟人打交道，这是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比如我有一个客人吧，就是本来我们一般就是可以半个小时跟客人讲解合同啊，然后客人就是在签字啊怎么样。但是我遇到有一个客人，就是说他三四天时间把合同从头到尾看一遍，然后呢就是花三四天时间跟你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客人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好像对你就不太信任那种，但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看看，就我们要诚恳的态度，还有就是给他显示出我们真的是很诚恳的帮他在买卖房子。所以我觉得跟人打交道就是这个很重要，就是你要给人家觉得你非常就会替他们着想，然后是一个很诚实的人，我觉得很重要。另外就是我觉得另外一点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合同上的一些规章制度啊，还有一些法律的那些我们要弄清楚。因为你帮人家买房子，买房子是人家的人生的一个大事吧，所以呢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自己要对那些合同啊、法律啊、法规要了解得很清楚，我就只有这样才能帮到客户。房地产买卖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中间涉及许多法律方面的条文和规章制度。为了保证所有经纪人在操作过程中充分理解和执行合同里的法律规章制度不出错，盛达地产特别聘请了专业的房地产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如有经纪人或者客户需要，法律顾问都会提供帮助。 I actually helped incorporate Signature Realty, and prior to that I've probably worked with May, the managing broker, for probably about the past 8 years. So I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with Signature Realty. I also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within the real estate field. 盛达地产我觉得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一个团体，我们的现在的经纪人的那个越来越年轻化。那最近呢，我们有几个90后加入到我们公司，所以呢，跟我们公司增加那个活力。那就是我们就今后吧，我们就想就是说继续再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然后呢，我们会在那个商业房地产方面，我们会着重开发。可能最近我们都会有两个项目在那个 Frederick County 还有那个 PG County, 我们都有一些商业的那个土地开发。那希望我们尽快把这个项目立起来，然后跟客户提供更大的利益。Signature Home Realty, you can